我曾经把你当做我毕生知己，现在仍是。南湛，见你的屋顶睡一宿，一条独木桥走到黑的感觉，确实不差。南湛，对不起，谢谢你，你信了，我信了。那就跟我回姑苏，让我帮你。皇上。 看我都被王一博逼成什么样子了！天天这样逼我在现场，我就要疯了。你是人吗？我要你善良一点。